过牛车了。欧阳公主，这拄好又搁撞到你。不是拄好，在下在此等候你多时。等我，欧阳公主，你找我有甚物代志？你问我，是不是来自梅芳庄？是啊，你的大名叫做欧阳俊，跟梅芳庄的欧阳俊同名同姓，我叫是。欧阳公主，莫非你就是欧阳敏的囝？不，这是母亲给咱的定情信物，鸳鸯玉佩。我早已经放开了，这次跟你相遇是一个卡好，也不过发现我今天已经爱着你。我爱你这样去哟，又断肠啊。我知影，我并无想要得到什么，只是无想要再提起婚事，只是寄情天涯，海阔天空，任意无意。你情愿一世人守孤单，也不接受我欧阳俊。是。欧阳公主，今日撞到你，
我拄好将这块玉佩送行李。故事。上苍太不公平了，歪风不孝，动不孝，动民貌，也不过做有却又天边之别，这是为什么？夫人到，文仙风不孝啊，叩见苏宁。王爷，不必多礼，唔免拜啊，请坐。多谢苏宁。天下是。应用讲，您是夫人就是所用说，而且对我一片真情，敢会是真实的？欧爷，你来找少爷是有什么代志？在你在金殿上，文仙言语多有冒犯，所以得来请罪。唔免请罪啦，卖讲是你言语冒犯，就纯粹你才是得失意。我袂怪你。哦，王爷，明堂重情，你也了解。对你更是包容不改。文殊故意如山海。文生演技在心怀，如今你已娶老师，你那个平时的下落，你犹念不知，你莫负怨文书，却是为你要明示，帮人的笑你是心。风雨时候我素来重情义啊，怎能不顾几个花痴？可惜落花空有意，望你白白费心机。刘小姐在咧给你暗示咯，是啊，莫怪伊肯体面来滚温暖，原来伊就是苏永帅。
这样看来，代志已经十分的把握了。也毋过，皇上伊还阁毋肯相信。如果你来硬指令，李明同是女主，是会烦恼起了大神之罪啊。娘娘，求你替先帝想一个办法。这个代志绝对明的妄动，若小可无谨慎，你或者是小事，也害着明烈军犯了滔天大罪啊！娘娘，你免着急，我先设法来叩见皇上。只要皇上伊若卖搁再即个，代志就好办了。娘亲，娘娘，现在性格何处？白娘娘，皇上伊内心上当去游上林苑了。笑话，皇上既然去游上林苑，你不放心倒转去，这件代志，而且林刚在照明皇上。娘娘，你拄仔敢毋是讲，皇上已经知影李勉堂就是明烈军了？是我家己讲的啊。心底忽然想到，皇上在金銮殿上。前几日在探路过的明烈军，他们讲的皇上早就知影李明堂是女主，为了私存爱慕之心，才故意唔属于改装的。照安尼讲，今日去皇上命令李明堂当有上灵脉，是另外有私心了。行明花
论甘霖，回看小汉飘香烛，心莫灵隐，真是好事呀、啊！高人高才，凡事七步，金丽卿出窍人生，有幸高人多矣。万道本只有男女事，强人。难看如珠，世俗雕梁强在主，独强我美尚不如。好笑，世俗雕梁的在主，落笔千言离。到底阮怎样当伊妹？游水不及游水路。哈哈哈！哈，弟兄，你是故身影，输在上林湾，天色不晓。沉重四听，二酒三杯。官兄，在。替李先生添酒。是。下人，多谢皇兄。这上林湾美景处处，地景，咱再往前去，可就是直接佳境了。再往前去，可就是直接佳境了。啊，那呢，就请宽敞公公带路。不必不必，有丁为天带路，咁样佫袂用一些。心不甘动啊！宽敞，在。你就留在那家等候。是。爹爹，请。啊，不敢，皇兄，你先请。情难分难舍，你的身边已经有花蕊作伴，咱两人有缘无分，这敢是情势注定？为爱拖磨，那是我的命。爱你的心，你嘛知影。
怕输伤心，我也不怕怕输分开。